成语：神机妙算。米小圈，你是不是语文课偷看漫画书了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你看的是呱呱赏啊？你看的是第十七本，对不对？这你都知道？我知道的多着呢，我刚才掐指一算，还算出你的漫画书被你藏在了语文书里。魏老师，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啊。那是当然。魏老师，米小圈语文课上看呱呱傻。什么？他把第十七本呱呱傻藏在了语文书里。魏老师，你笑得好恐怖哦。还有更恐怖的呢，把漫画书通通交出来，全部没收。什么？不要啊！同学们，魏老师通过李黎的小报告，知道了米小圈上课偷看漫画书的事。这并不是真正的神机妙算。那么，神机妙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一起回到三国时期，来看看这个成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吧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被派去与东吴结盟，共同对付野心勃勃的曹操。东吴的都督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华，总想把他除掉。有一天，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。先生，我们将要和曹军在水上交战，我想请先生负责赶造十万支箭，填补军库。都督委托，当然照办。只是这箭什么时候要啊？嘿嘿，十天后。十天，十万支箭。区区小事，三天足矣。三天？军情紧急，可不能开玩笑啊。我愿意立下军令状，若三天没造好箭，甘愿受罚。哼，我得告诉工人们木匠做，等你们还造不完。军法伺候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辛苦先生了。就这样，诸葛亮接下了三天造十万支箭的重任。诸葛亮找到鲁肃并请求帮助。子敬，子敬，醒醒。子敬啊，你帮我准备一些东西，务必帮我准备好。放心，只是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我自有妙用。嘿，不过千万不要让都督知道，不然我的计划就泡汤了。哦，好吧。鲁肃遵守了诺言，私自拨了20条船和众多将士，布置好青布幔子和稻草人，等待诸葛亮调度。但是两天过去了，诸葛亮毫无动静，天天在帐中喝酒吃肉。明天就是约定的时间了，一支箭还没造出来呢，这算是逃不掉了。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。这诸葛亮，给了你那么多人，你倒是抓紧造箭啊，急死我了。第三天，天还没亮，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了船里。子敬醒醒，子敬别睡了。这么早叫我出来干嘛？哼，取经啊。这江上大雾，连对面都看不清，你要去哪儿取经？别问了，快上船吧。于是鲁肃上了船，与诸葛亮一同去取经。诸葛亮等人的船很快就靠近曹军的水寨。诸葛亮让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：曹操出来，曹操出来，装作要攻打曹军的样子。
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？此话怎讲啊？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？这江上这么大的雾，曹操疑心很重，不可能出兵。你就进去，等好消息吧。可是，走吧走吧，进来喝酒。报丞相，东吴大军来犯。什么？来了多少艘船？这江上雾太大，看不清，听声音应该很多。丞相，我军快快迎战吧。且慢，江雾弥漫，恐有埋伏。传我命令，向敌船射箭，让他们不能靠岸，看他们怎么办。哼！没过一会儿，曹军的箭就像雨一样射向诸葛亮的船队。啊，这么多箭！先生妙计！稻草人身上的箭越来越多，没多久就插满了。诸葛亮命令调转船头，撤军。谢曹丞相接见，谢丞相接见。八日开战，必将双倍奉还。不好，中计了！竟然敢骗我，气死我了！把剑还给我，我不借你了。周瑜早早地来到江边，等待着惩罚诸葛亮。隐约看到一大批扎满箭的草船正向岸边驶来，仔细一看，是诸葛亮。借箭回来了。知道了借箭的经过，周瑜十分失落。诸葛亮神机妙算，我不如他。同学们怎么样？大家觉得诸葛亮聪明吗？他太聪明了，每件事都在他的掌握中，他还真是料事如神呢。很好，料事如神就是神机妙算的近义词。连曹操这么聪明的人对他也束手无策，诸葛亮真是太厉害了。铁头，你说出了神机妙算的反义词，束手无策。是吗？我就是随口一说。那谁能用神机妙算造个句呢？我来。米小圈成功预测了铁头今天会考倒数第一，他可真是神机妙算呀。焦小牙，你什么神机妙算？铁头每次都考倒数第一，很容易预测的好吗？米小圈，你太过分了。好了，同学们别拿铁头开玩笑了。今天的动画成语课就上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